谢谢隔壁老三的玫瑰花，新年快乐！哎呀，对，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已经新年了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谢谢思源的神奇魔方，谢谢鸡腿的玫瑰花，谢谢思源的跳动音符。谢谢百靠的糖果，谢谢魔法少年叶真的大神，谢谢隔壁老三的玫瑰花，谢谢瑞瑞的玫瑰花，谢谢隔壁老三的玫瑰花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谢谢珍妮，今天你夜了没的皇冠没有？我刚刚坐下来播的。谢谢你的皇冠，谢谢你的皇冠，新年快乐！这是我啊，现在今年2022年了，已经开始了，我的天哪！谢谢七杯三分糖进来七的玫瑰花，谢谢老 K 的99个大闪，谢谢 A 腾的非常奶茶，谢谢黄瓜文章的22个大闪，谢谢曾经说不睡觉的大闪。谢谢牛牛26的秋天奶茶，谢谢林夕的。什么？哎呀，林夕的什么？林夕的99个大闪，谢谢李喵喵的圣诞树，谢谢哥一哥的10个大闪，谢谢走大这个大厅，谢谢七月的大闪，谢谢塞纳河里自由泳的皇冠，谢谢你的皇冠，谢谢你的皇冠，谢谢行政团工，谢谢浅泽卡的大闪。谢谢兔子送你的6个巧克力，谢谢大布锤子大神，谢谢修仙男神的10个大神，�谢谢独维的19个大神，谢谢史上最帅高中生的用爱发电，新年快乐，谢谢你的用爱发电，谢谢彼岸过客的大神，谢谢起什么名称了的巧克力。新年快乐，大家！本来那会儿我在台上的时候就有点想直播来着，但是网络不太允许，我就没有跟你们跨年。本来打算是跟你们一块儿跨年，在那个台上播的，结果没播成。谢谢瑞瑞的玫瑰花，新年快乐！对的，我现在是不是个空气刘海了？其实妆已经花掉了。对的，等一下还要上去，我现在大厅就很多人，我就等可以等他们。对的，刚刚算是跨了个年吧，我在台上的第二排，然后在郝静怡旁边，确实不是很好拍到。谢谢魔法少年叶真的戴安娜凝视，谢谢你的戴安娜凝视，新年快乐。是吗？我今天听说我们的邮寄还坏了。没有啊，我们之前去年还是前年就是在舞台上跨的年，好像是我也是当时参加了倒数来着。谢谢七杯三分糖四季奶昔的夜蝶，谢谢你的夜蝶。是吗？哎，所以邮寄坏了没有啊？我分词拍到了吗？因为我听说是邮寄坏了。就不知道拍没拍上。谢谢隔壁老三的气球小熊，没拍到，但刚好是我的正脸，这么巧吗？哇，拍的多嘛，是刚好要唱完了才拍到嘛。谢谢坐看云起的大神，谢谢珍妮今天一夜了没的10个糖果。是吗？那很近的正脸，很近的正脸不会很丑吗？不会不好看吧？我那个时候妆已经花了。嘴脸拍，万一不好看，完蛋。
谢谢迪外斯的十个大神，真的吗？我就相信你们了。谢谢萧山男神的糖果，谢谢魔法少年叶真的皇冠，谢谢你的皇冠，谢谢年快乐，谢谢麦麦的糖苹果，谢谢百靠的五个巧克力，谢谢一根被吃完关也是呲一下，然后这个叶蝶也是扑棱的贼快，大王，我觉得大王可能把这个礼物加速了，现在不会吧？他呲儿都呲是吧？真的吗？我一会儿看一下，是我卡了。我现在这个网其实还蛮好的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确实，我这边看是加速的，而且今天我们的这个后台真的很挤。所以化妆我今天都是在那个角落，我们找了个地方提前占了个位置然后化的妆，就不知道上镜怎么样。谢谢哥一哥的巧克力，冷啊，我现在在外面，然后现在穿了这个。谢谢哥一哥的秋天奶茶，我发现有人在跳舞的谢礼物，太搞笑了。谢谢瑞瑞瑞瑞的夜蝶，你看他不是我卡了，就是他扑棱蛾子山块加速了。谢谢黄瓜文章的大闪，谢谢妻子哥的玫瑰花。然后今天呢，我昨天不是说要抓人嘛，然后我也没抓，因为大家真的太忙了，在后台几乎说不上话的那种，只能明天了。哇，谢谢魔法少年叶之恩的大饼，谢谢你的大饼，哇，谢谢你的大饼。应该不会了，因为我发现他们都换好衣服了。在直播。是的，这是我今年第一次见到大饼，难得吧？今年第一次见到啊！谢谢心动有你的麋鹿胸针。太难得了，一整年都没有见到，就今年啊，今年才见到。谢谢黄瓜文章的夜蝶，谢谢你的二倍速夜蝶，你们这个特效就是二倍速了，真的不是我网卡的问题。谢谢一根被吃完的鱼干的玫瑰花。哎呀，谢谢偷米米的苹果，谢谢七杯三分糖四斤奶昔的两个苹果，谢谢更好的玫瑰花。因为我是听说，本来我都以为我今天直不了播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是听说今天他们那个就是这个活动，他们只是一天，我心想完蛋了，要是一天的话，那我肯定今天直不了。结果没有想到，我在后台其实还是有时间的。谢谢迪外斯的皇冠，谢谢你的皇冠，祝你新年快乐。然后呢，我就心想，我还是大家都在这个休息室这边直播，那我就也过来直播。但是我衣服还没换呢，就是玩最后一首歌的。Happy New Year， 新年快乐。但我估计春节的时候还是结束了。谢谢迪外斯的秋天奶茶。然后明天我就要把我的蓝头发洗了，我要买一个，我买了那个蓝色的洗发水，不是洗掉啊，不是洗掉，就是那个什么。谢谢皮卡丘丘丘丘的皇冠，谢谢你的皇冠，祝你新年快乐。谢谢月色下的碗中的糖果。啊，对对，那个叫护色。我觉得新年礼物它这个时候应该不会出的，我觉得应该就是在真正春节的那个时候。对对对，是护色的那种蓝色洗发水。谢谢月色下的碗中的糖果。然后一会儿回去的话我就不直播，因为我回去就要排练了，因为今天真的在后台抓不了人，我就只是一直在练自己的，人真的很紧张。
而且我生日少了一个饰品，我今天才发现。对啊，就是压根儿没抓成人，也不好意思了，因为太忙了。对的，不知道弄到几点。谢谢迪歪斯的巧克力。对，我要可能再要今天这个年，我要跨很久，像那个守什么玩意儿一样。他们不是说要有那个守岁是吧？反正我就感觉我像那个一样，今天晚上守着不睡觉了。对，谢谢隔壁老三的气球小熊，谢谢七月雨如珠的玫瑰花。对，但也不至于到天亮，而且我现在人又饿了，我真的无语。第三年哦，谢谢深宅不露的21个大闪。而且我明天我还要来剧场彩排，还要早起。这个麦没关系的，这个麦我没有连那个机器。对，我现在是又饿了，我很想吃那个玉米肠，想吃玉米肠。谢谢七月云珠的生日礼物。对，这一个新年我感觉确实蛮快，才谢谢 DYS 的秋天奶茶。你们可能看不出来，我是一半一半的，我这个地方缺少一个角，然后这个是我自己画出来，我这个技艺高超。谢谢 Double Cheese 的糖果。对对对，就是这个技术让你没看出来我这个眉毛少了一半。而且还有人在房间当中说本来就没有啊，哪里来的这个。谢谢 DYS 的平安果，谢谢百号的99个大闪。对吧，就是说本来就没有什么眉毛，完了就MC 应该就是要继续先节目了。谢谢安安的玫瑰花，感觉是的。而且这个新年第一天我觉得我肯定要被笑死了，就是我感觉我现在能看见在后台的各种百态，我小偶像百态真的很热闹，有的在很正经的播，有的在蹲在那播，有的在边跳舞边播，有的在就是非常，对的，大家各式各样的，是吗？因为现在要演节目了呀，现在台上应该都在演节目吧。因为我还没看直播呢，现在黑屏，应该是在准备接下来的节目，因为接下来还有节目。反正都有吧，没有躺着的了，没有躺着播的了。谢谢木婉婉的2个糖果。哦哦，对，要拖地的，因为刚刚去喷了那个什么东西，喷了那个大瓷花。晚上吃的，我们吃的我们剧场这边准备的自助，这边的自助呢，就是今天吃的还是很饱的。那应该还是等下一个节目吧。而且我今天嘴巴都起皮了，我都感觉我没说什么话，然后嘴巴就起皮了。对呀、啊，因为那个梨花嘛，那个梨花不就是叫大瓷花是吗？对的，我感觉我们结束了，应该回去3点多了吧，然后卸个妆，在那个排个练，就早上了，没过一会儿就要起床了。好的，不会的，马上了。现在是1号了吧？等于明天就是我生日公演了。我的妈呀！我的天哪！天哪！
人真的很慌，人现在太慌了。对哦，我突然开始紧张了，明天就是我生日公演了，哇！我想去练节目了都，但是也没有必要这么紧张，我主要是担心跟主演。谢谢 DYS 的五个玫瑰花，直播错过红包啊？我们这个会发红包吗？好的，明天生日公演会加油的。我刚刚说了呀，今天真的抓不了人，因为现在今天的情况就是大家都很忙，就是顾不上，根本顾不上，都在搞跨年的，就算闲下来了，可能人家都想拍拍照什么的嘛，就是也不能那个啥。柠檬水备好。确实这个时间点儿太那个啥，你怎么新年快乐。对啊，就是今天突然搞这个，可能他是觉得这个节日气氛应该这样吧，也许吧。嗯，因为我要去这儿，这儿好静音了，感觉他们今天还都在拍一些 vlog 啥，我自己拍了一点点，但只有一点点，可能就五分钟都不到，我心想啊，那我还是跟别的连在一起吧。我觉得拼一拼就够了，我今天就没有专门去录了，感觉事情太多了，然后就没有录。应该是吧，安特伦菲，应该是没有。我生日公演的话，应该是没有吧，嗯，感觉好像应该是。新年快乐，好的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应该是能比长沙的 vlog 的预告长，应该是。对，好啊，到时候你们记得打扮喜庆一点啊。二号的话也算是元旦假期，记得打扮的那个什么亮丽一点过来。嗯，早上，对，我早上还早起，我剪了那个视频啥的。记得打扮喜气一点，还有我昨天晚上叮嘱的事情，一定要记得。我昨天晚上叮嘱的那个事情，对，一定要把记清楚。谢谢咩咩咩咩，怎么这么多咩啦？谢谢咩咩木的皇冠。谢谢你的皇冠，祝你新年快乐。必须懂，对，就是气氛组那些，知道了吧？谢谢，谢谢延庆的玫瑰花。对的，记住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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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了，记住就行。不是地主，什么叫地主的事情？不是啊，不是。啊，他们都换了衣服了。也不是少脸啊，别瞎叫啊，不要瞎叫了啊。我现在好饿呀。还在录不对啊，但是我觉得现在可能点不到什么吃的嘛，因为大家可能都在过节吧。你们现在有点外卖吗？我感觉现在点外卖很难点到吧，人家都回去过节了，应该就没有。哦，是没有吧，就是没有外卖对吧。好饿呀，我饿到啊！我现在嗓子感觉一阵泛血的味道。天哪！就是嗓子可能刚用劲儿，一阵血腥味儿。
小点声说话吧，我说的轻一点，我得说的轻一点，不然就嗓子痛。真的吗？今天真的弹幕有吗？有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不要骗我，我回去是要看录播的。但蓝头发的也不止我一个。真的呀？那我相信，因为我肯定今天也看不了录播，我到时候肯定是要，哎呀，他们都在点吃的了，我也想点吃的了，我好饿呀，我现在太饿了，我现在很想吃东西，冷啊，我现在穿的就是羽绒服，就是太冷了。我是想看看外卖。谢谢噪音又的迷路胸针，但是怕我点完之后，没过一会儿，新年跳舞的就开始了。对，我看看隔壁有什么饭吧。谢谢七月雨珠的玫瑰花。回家不行，回去吃不上了，回去都估计来不及了，去借别人的吃的，不太好意思。大概不开始了，我结束了。换衣服吗？因为我小时候要换衣服。我现在台上干嘛我都不知道，你看直播了吗？对。是吗？要快一点点。那这个是什么节目？现在是节目吗？哦 ，Euros 和太阳现在是什么？嗯，现在台上在扔钱。哦。对对对，在扔钱。好吧。我。还有好几个节目。真的吗？哎，你们想点吃的吗？我好饿，我真的好饿，我现在。点到这儿吧，我觉得在这儿吃完。我说在这儿吃完。对对对，我说，哎，因为到我就来不及了，然后我就搞了个土味的，我就假装掏东西，然后就掏出一个这个东西，就是非常之油腻的东西，就是这个东西非常之油腻。我也不知道是我怎么想的，因为来不及了呀，来不及了，然后我就掏了一个小爱心，不愧是我，对，掏了一个小爱心。确实，我就是说，怎么我看房间里有人说我油，但是我说哪里是油啊，然后我才反应过来，我有一个这么一个环节，确实是蛮油的，错怪你了，原来是在说我这个油。哎，我还没给他比心，我是亲他，我是这样。哎呀，我的嘴唇该补了，已经掉了，我发现。对，我需要一会儿补一点润唇膏了。我现在像一个分层，我现在是小香肠一样。你这是外语吗？你每次发的是外语吗？我撕心狠，原来你撕讲中国话，你不能讲外语好吗？你讲一些外语，我们大家都看不懂的。
这些肯定就都是中国话，我一句一个字都看不懂。没有啊、哦，我可没有什么游王的这个直播的。有的，我们这个节目是还是很多的，我们大概节目单上面还有这么多吧，我感觉。谢谢七杯三分糖，谢谢奶子的糖果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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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抓一个金克斯的头发吧，谢谢。我看谁不是少女偶像的大神，金克斯的头发给你们抓一个啊，再抓一个，谢谢恒真实的名花，我把这个搂过来。谢谢哥一哥的玫瑰花，抓一个啊。谢谢五月的尾巴的皇冠，谢谢你的皇冠，祝你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我来编个辫子，看我单手编辫子，单手编个麻烦辫，对的，这是低配版的金克斯发型啊，超低配版，超级新年快乐，谢谢机智的土拨鼠的两个大闪。对啊，我是我啊，怎么掉了，这是我徒手编的，看编的麻花辫，谢谢小圈在不在的天狗。其实我也想过要不要 cos 来着，但是呢，我发现人家那个眼神我学不来，人家那种很动漫那种，我学不来的感觉。是假发吗？这个不是，是真头发。我也不知道，我刚还想问谁是在叫我吗？这个抱抱是叫我们是吧？举不动了啊！我应该拿个手机支架来。谢谢笑笑男神的99个大闪，是哦，抱抱就是金克斯，抱抱跟金克斯是一个。为什么叫他抱抱？是因为他喜欢那个蹦那个吗？是这样才叫抱抱吗？哦，他小时候有名字的呀，小时候的名字叫金克斯啊，哦不，小时候的名字叫抱抱。那我现在也有一个小时候的名字，我叫抱抱。你现在知道了吗？我有一个小时候的名字，我叫抱抱。抱抱啊，海绵宝宝那个抱抱 ，B O B 啊 ，B O B， 抱抱。Bob， 对，我现在就是只有 Bob 这个名字啊，就像是那个，给他换一个这个角度，这个角度还不错，就是有点费手。对，啊，不是那个包包，哎呀，不是鲍师傅的鲍，这样感觉我像个男神，包包。就是有点像泡芙老师那个名字，
叫叫 BOB 潮流一点英文啊 Bob。啊 ，Bob 是男生名字吗？不管，反正是英文啊，英文版的，英文版的。好的 ，BU。元旦快乐！对的，我也觉得很洋气。我这个发型不太适合过年，我适合过那个什么。泼雪节，你们不觉得吗？我现在这个发型非常冰冷，就非常适合过泼雪节，就是这种艾莎那个动作。是吧？对，雪王的那种。谢谢老 K 的圣诞树，谢谢你圣诞树，但圣诞节已经过了，别给我送圣诞节礼物了。大元旦的啊，我们再过春啊，不是啊，再过跨年啊，圣诞节已经过去了，不要再给我送圣诞礼物了，这样就等于时间倒流了啊。谢谢各位哥的大赏，谢谢花开半夏的两个秋天奶茶。我说的特效，我说你们后期啊，后期给我 P 一个跟艾莎一样，这种时间倒流不好吗？我今天别给我送了，谢谢隔壁老三的圣诞帽，我都说了别给我送圣诞节礼物。然后就是因为，哦、我刚说到哪了？我刚说到哪了？我都忘了。谢谢魔法少女叶真的圣诞帽、糖果、麋鹿胸针啊！我想起来了，就是那个。哎，谢谢隔壁老三的皮安果，就是我想起来了，是那个。最近不是要流行那个穿越回去吗？啊，对不起，姐姐，我把麦给你。在哪里、啊？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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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在那个小姐姐大屋的小。哎呀 ，sorry。真尴尬呀！别笑了，别笑了。真无语，从楼上逮我逮到楼下。你们在群里红包喊啊？你们团建？你们团建？你们红包团建？为什么不带我？为什么不在口袋房间团建？为什么不在口袋房间团建？你们孤立我，现在在孤立我。你们怎么可以孤立人呢？我要哭了。房间团结，你们不在口袋房间团结，非要自己有一个小圈子。大年是2022的第一天，我就被自己的粉丝孤立了。我被你们现在，我现在心里很不平衡。谢谢 DYS 的秋天奶茶，谢谢快乐 emo 的99个大山，谢谢这大山。对的，我觉得这个蓝发就只适合这个头饰了，真的。你应该去找他要红包。
敢呀，我不敢顶着这头头发去找他。谢谢瑞瑞瑞的酒店奶茶，谢谢皮卡啾啾啾啾的啾啾大闪，好吧，我觉得你们没有孤立我吧。好了，我原谅你们了。谢谢松鼠轮 dream p 点点点点的糖果。我这个人就是脾气很好，我这个人脾气很好哄的。谢谢 Devil 的合掌，谢谢王老板叫恒恒的是个大神，谢谢 Devil 的这是什么表马卡龙，谢谢你的四个马卡龙，说不定我没看见他在发红。谢谢 Devil 的水晶球雪人，为什么它是飘过去的呀？谢谢戴普的包治百病和包治百病和滑板，哎，这是可以飘在半和滑板。谢谢戴普的滑板，这是口袋里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原来是可以滑过来的，因为我只在感觉只在房间。见过，没有在那个直播里看到他这样滑过去的，特别像。祝过了新年快，新年快乐！但我觉得我们过年那会儿应该要再说一次。谢谢 DYS 大神，脑筋一上场啊，后面应该还有蛮多的。谢谢七倍三万的四奶奶大神，谢谢 DYS 的皇冠，谢谢您的皇冠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对啊，直播看起来很舒适的，因为这个光一照就比较浅。谢谢赫尔哥的巧克力，我也觉得今天可能是会比较晚了吧，我希望早点回去，我太饿了，一点半能结束，我希望可以结束。我要去给插人们送点小礼物，我不是插人吗？难道啊？应该到一点半吧。哦，我希望早点结束。站出去很好，我觉得他们真的站好久。谢谢在灯飞心里的秃头小江的平安果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是的，我再排排天就亮了，我看。焦虑啊，还有五六首啊，那给回去换衣服了，感觉。谢谢皮卡丘丘丘丘的皇冠，谢谢你的皇冠，祝你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啊！我不能好好休息了，我得排练了。因为我们一点多就要那个什么，我也看行了56首，我吓一跳，我说这个点别回去了，真的。哎呀，嗓子好痛。谢谢牛索奥利奥的皇冠，谢谢你的皇冠，祝你新年快乐，祝你新年快乐哦，快乐快乐。不是56首啊，是56首。看得出大家今天非常的热情啊！一来是这个节日，二来是这个大王的薅羊，大王的薅羊毛，薅大王，大王的羊毛。对，一来是这个啊，话都说不清楚了。一来是这个，二来是这个。为什么不是蝴蝶结？因为你这个印象比较深刻，大家就记住了。然后这个叫一起，对，是这样。谢谢各一个的玫瑰花啊，不，那就是谢谢各一个的两朵玫瑰花，谢谢王老板在还饭的两个平安果，是这个意思吧？是这种一比一的对吧？是这样吧？我没有说错吧？这次脑子在线了吧？谢谢坐看云起的两个大山，对的，是这样的，没毛病对吧？咱们这个思路是没有毛病的。是公演好紧张，真的，我到现在都怕我的助演们明天跟剧场他们起不来了。
太聪明了。谢谢林林子的宝藏叔叔的两朵玫瑰花，谢谢皮卡丘丘丘42个大闪，祝我新年快乐。好的，你也新年快乐哦。真的，明天，对，是明天了。不是，哦，谢谢隔壁老三的两个气球小熊。我一会儿，我一会儿就穿衣服。谢谢啊，谢谢七杯三三糖四季奶昔的100个大闪，谢谢王老板叫凡凡的两个巧克力，谢谢 DYS 的20个巧克力，谢�些小杨的18个巧克力，对吧？你们不要给我送这种奇奇怪怪的，谢谢百靠的14个巧克力，你别给我做数学题啊，大过年的。啊，我算了一个，不是我的意思是现在是1:1，你送了一个，那就是等于两个呀，我没有说错啊。那谢谢隔壁老三的两个气球小熊，我这个数学珠心算还是可以的，只要在十以内，只要是在十以内就是没有毛病啊，完全没有毛病，也没有在教你们，我知道你们也都会啊，我知道你们也都会。谢谢咩咩咩咩的88个大闪，谢谢皮卡丘丘丘丘的46个大闪，谢谢瑞瑞瑞瑞的37个大闪，34个，17×2，34。34啊，78，谢谢隔壁老三的6个大神，我自强我对，我很对，我现在珠心算，我今天珠心算很牛啊，谢谢住在玩奇心里的单飞的圣诞卡片，谢谢你的两张圣诞卡片。谢黄瓜文章的198个大闪，谢谢有趣的灵魂来之不易的22个大闪，数学太好了啊！32个大闪，对不起，失误了一次。谢谢塞拉河里自由泳的148个大闪，142，都说了十以内，大家能不能别送这么多？送十以内的好吗？要送就十以内的，不要送太多好吗？算不出来了这个，152差不多好吗？差不多，我这个珠心算上。谢谢鞋弟子32个大闪，谢谢魔法少年叶真的10个大闪。谢谢魔法少年叶真的2个大闪，加起来就是12个大闪。谢谢欧雷优的2个兄弟，谢谢第三只耳朵的4个大闪。17×2，34，对不起，三十四。谢谢隔壁老三的14个大闪。5+1=6，6×2=6，12，没毛病。谢谢皮卡丘丘丘的34个大闪，谢谢 Light 的10个玫瑰花，谢谢 Five C 的198个大闪，谢谢 Zero 的14个大闪，27×2，27×12的52。54，你看，你看，送对了，送对了，54。谢谢隔壁老三的6个大闪，谢�ие隔壁老三的22个大闪，谢谢王老板叫凡凡的20个大闪。咱也没想到啊，这个时候就是得谢谢 Zero 的2个大闪，谢
谢谢木婉婉的18个大伞，对哦，那个时候当两个了。谢谢追逐梦想的20个大伞，今天不用这么教，急着教我。谢谢毛老板的粉粉的两个红心，毛老师林一真的两个大伞，谢谢毛老师林一真的两个大伞。你们有点着急，我觉得你们现在出题啊，送错队了啊，我都没发现你送的哪个队的。哦，你送的，哎，你送的哪个队的？哦，你送，哦，没，好多人没换呢，那边还有呢，真的吗？反正很多人都没换，我看他们换吧。他们谢谢魔法少年叶真的两个大闪，四个大闪。谢谢皮卡丘丘丘丘的儿子，64个，74个，74个大闪，74，聪明，聪明绝顶。啊，谢谢 DVS 的12个大闪，谢谢老 K 的198个大闪。不用再考我了，大家。哎呀，我真的算得很明白，清楚明白。我是吃着明白装糊涂，我是装糊涂，你们看不出来吗？谢谢迪外斯的玫瑰花两朵，我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啊。我是懂，但我装。啊，谢谢松木带链子的链子两个糖果，谢谢 Five C 的198个大闪。装的，装，我看能装了，我在装这个东西，在装，看出来了吧？看出来了吧？确实，对 ，yes， 揣着糊涂，揣着明白装糊涂，糊涂。这是在我们星梦咖啡厅，对，好像那个有握手。谢谢小灰灰的两个糖果，谢谢 DYS 的20个大闪。我给你们看，我今天发现了我有酒窝。算了。好了，假装看见了。你看，就这个。谢谢疾跑的100个大闪，谢谢百克的24个大闪。啊，34个大闪，你看，看见了吧？走啦，换衣服了啊！再见，大家，新年快乐！